你知道炸鸡翅怎么做才好吃吗？学会这个比外面炸鸡店还要好吃。鸡翅两面打花刀，加姜片、蒜片、料酒去腥，生抽提鲜，盐和胡椒粉调味，抓匀腌制20分钟。准备炸鸡果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。裹炸鸡果粉，沾鸡蛋液，再裹炸鸡果粉，抖出多余鳞片，六成油温下锅，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。